国民政府时期，其实中间经历了蛮多的时期的转变。其实我们沿用了蛮多军人的制度，那可是后来呢，我们考量到一些使用上的不便，那我们也延役了蛮多次的。那到了76年的时候，我们整个把它调整过来，变成我们藏青色的色系为主，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警察的服装，我们以前警察也是卡其色的服装。那有时候你看，像学生也穿卡其服，很多民间都穿卡其服。大家例如说，好像是说那个警察在例如说抓要抓，例如说一些学生比较不守规矩的时候啊，那感觉好像卡其服了在追卡其服了，到底是谁在追谁，有点分不太清楚。那时候我们就是慢慢想说，那是不是应该做出区别，还是说让警察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，制服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。皮鞋如果真的说要跑的话，其实真的很不舒服。那像警察要追犯人的话，很常就会出现要跑步追犯人。那这样的话，如果我们警察穿着皮鞋，可能会导致脚反而会受伤。旧制服的话，可能会有排汗或者是排热上面的问题。那如果换了一身比较轻便的，本身警察在工作执行上会比较方便，会比较舒适。都是以战斗装来讲话，都是已经更换战斗装了，所以台湾警察跟进是很正确的事情啊。不然的话，你穿着西装皮鞋怎么追人？网络上面说什么帅不帅，那还是其次，重点是能不能保护到他们。所以他们装备好一点没关系，人民出钱没关系，重点是他要保护到他们，才能保护我们。